所以航空波人的忌惮就是一定要飞机啦，一定要有飞机来去啦。但是伊即马三架做个飞机袂当起落啦，袂晓起落啦。就爱美国F十六、F二十B开通国际落来，付一飞机啦。所以伊要要求这机密啦。啊，叫马英九干爹干爸，迄个飞机是送来个台湾的，所有资料一定送去北京，一定送过去，一定送过去。啊，那安尼来的时阵呢？
为中国的那部队都涌起来了，所以咱来阻止这个啦，阻止这个代志啊。金三这意思吼，是伊主要要去建立伊航空母舰的飞机记录啦，是这款的情形啦。所以这只我甲注意报告，咱和美国的关系非常的密切。今仔日我透过开始的时候讲，是因为 Michael Richardson 对台湾有特殊的感情啦。我前几天下面，但是之后感觉伊是一个非常非常哦理性、爱去帮助咱的人啦。你看伊美国人哦，伊拢要食大鱼大肉哦，伊食寿司的，你敢知？食寿司的呢？这款的外国人哦，真少有啦，真正有在台湾，要替咱台湾发声出去啦。所以，要搁一个问题，拄才恁问讲，台湾人美国爱大家和平啦吼，啊看伊会当甲咱援助经济，互咱经济甲起来，这含我同我讲有相像啦。咱唔当去含中国搭做伙啦，搭做伙包死的啦。咱若去含美国经济含日本经济搭做伙。